们来到了菲律宾的阿卡兰省，它是位于菲律宾的中部。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所组成的，其中一个岛屿是大家最著名的，叫做长滩岛，是著名的度假胜地以外呢，还有曾经被誉为最漂亮的沙滩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告诉大家，来长滩岛旅游不能不知道的几件事情。来到一个国家前，你要先知道它的天气。长滩岛虽然是个海岛国家，但每年9月至隔年6月都为干季气候。你威亚哎，刚好跟我们这次带的鲁伊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我好 lucky 哦。所以来到这里，记得带瓶清爽保湿的鲁伊，随时补充一下水分。当然，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边的阳光，因为它这里的紫外线据说是台湾的3倍。对，如果不想晒，跟黑炭一样，这边有系数超过100的防晒油，但我就不确定能不能涂开喽。讲完了天气，我们就来说说交通吧。虽然长滩岛不大，但走起来也是挺累人的。来长滩岛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哪个地方的话，就要坐一台交通工具，那就是嘟嘟车。好可爱哦！我感觉要去寿喜。坐一趟的价格大概是80到100披索，不限人数。对，80到100披索是很便宜，但就是有点挤哦。讲完陆地，我们来讲海上。我们来这边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船，好像是只有这边才有。是这样子吗？你有去查过吗？没有，刚问大家，他们都说只有这边有。我看过，我看过。这是菲律宾最有名的船只，旁边有细长的杆子来维持平衡。来念一次。螃蟹船。即使会晕船的人，也可以坐得很舒服。OK， 我有点饿了，我们来吃点海鲜吧。不过政府有规定，长滩岛附近是不能捕鱼的，所以这边海鲜都是从其他岛屿送过来的。你说螃蟹的话，现在用敲的，没有人在用把的。这样碎的感觉，然后再把它剥开，我觉得比较完整。来长滩岛，你到处可以看到芒果，看你是要用吃的还是喝的，这边都有，或是像我们一样挑战更大的。过了7个小时，我们要来挑战一次。我们这次带了一些朋友来。太硬了啦！我靠，真的超级重哎！超级重。如果你没这样的朋友，还是千万不要挑战。啊，嗨翻一下。完食，耶！我把它吃完了。接下来就是晚上的重头戏了。长滩岛有一间 bar， 它叫做 Coco Mangas。嗨，我们现在要去喝茶。你是喝茶吗？酒吧。然后继续玩扑克牌。以15杯烈酒为名，听说没有多少人可以顺利的走出去。我们现在就要来挑战。40度以上，那它是混酒，每一杯味道都不一样。好，那喝完之后呢，它会让你写一句你想说的话，把那句话。这边必须要声明一下，如果未满18岁就不要喝酒啦。这边要算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哎，好，这边也。不要啦，我不舒服，我不要动。
You really like me when you dancing, sir. You really like me, don't you cry no more. 经过昨晚的刺激，我觉得今天要来点轻松的，来到长滩岛，第二名。既然是个全世界著名的海岛度假胜地之一，那让人放松的 SPA 与按摩当然也少不了啦。如果按完你还是觉得不够，记得之前带的乳液吗？找个旅伴帮你做个清爽不黏腻的按摩，一样享受着这优美的环境。现在来到了长滩岛，听说最著名也是最厉害的地方，因为这边的沙滩是全世界最细的沙，它细到跟粘土一样，真的很黏哦。对啊，这感觉好像面膜。这边除了拥有最美丽的沙滩，也有丰富的水上活动，但最特别的莫过于双节设计的香蕉船了，因为政府规定不能翻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够刺激的话，还有其他的选择。我们现在要去付钱。Baby, don't get me wrong. You have been singing the same old song again and now. You're saving all your loving for someone who's loving you. Lemon pop, it's all a mess. Since you started going out, I've been seeing you much less. I've forgotten what the past has done.我觉得我屁股要撕了。不是说不会撕，还不知道撕了。最后要离开长滩岛，可以来当地的 Demo 市集逛逛，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纪念品，但千万不要带走这边的鲨鱼贝类，毕竟这边的东西我们就让它留在这里吧。当我们知道每个国家不可不知道几件事后，我们就能以更轻松并愉快的体验这趟旅程。下次不忘给予当地服务你的人给点小费吧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旅行。这么重的行李，他们可以一个人搬两个，超强。谁写的？我在后面。耶、yeah, ，请大家订阅 Always， 分享 Always。Good。放下。Home waste can be tied. 道路两滴。When out and out. 当如果有小孩的状况，请优先帮小孩做擦拭。Pull elastic. 哎，你用看你们俩不黏黏的。海岛国家一定要带乳液，不然就跟我腮腺一样，皮肤很干的痛苦。